个像蜘蛛人一样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那时候也有个外号叫蜘蛛女啊。哎呀，再给我们展现一下好吗？那算招牌动作是吧？嗯，对。来，穿鞋也可以啊。哎，穿上黑黑的鞋更像蜘蛛了，我跟你说。天哪！如果真的蜘蛛出现的话，早就逃得四处逃散了。那可能我会跑得更快吧。来，木工，你也上台来跟这个美女一起吧。来，嗯，你看刚才微微表演的那个蜘蛛舞，你会做吗？确确也可以嘛，对吧？就是不想把它 PK 下。哎呦！他那个动作我是做不了的。但你那个就是木棍，你胳膊是不是微微能做呢？他那个我做不了，但是我可以比他做得更厉害。什么？哎，你俩就特较劲儿，我发现了。对、啊、是吧？你我不信，大家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必须要看。都是好事之徒，我跟你说。那我交了助手，然后那就若空吧。啊，行，好，来更难的。自个儿对跟自个儿这样就盘了一圈是吧？对，其实就是系了一个扣。